风声吹了老半天，好不容易中信兄弟终于发布新闻稿，正式公布总教练吴富连交出兵权，另有任用。已经首席教练李安熙在内的六名教练全部被解约，不再续聘。总教练吴富连下台后，因为还有一年合约，所以中信兄弟安排他担任全国棒球扎根巡回总教练，为中信集团推动偏乡棒球，参与中信杯少棒赛、中信杯黑豹旗。接替的总教练人选要从美国职棒大联盟体系或国内棒坛寻找。前中信金投手大郭郭元志、中信二军打击教练雷神或前中信金总教练李来发都是爆派人选。原任打击教练邱昌龙出任首席教练。我们都相处很久了，那我觉得这个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一军投手教练廖刚慈的职务将由外籍教练何许明杰接任，一军陈瑞正、谢长亨、吴富连等三个教练团，一军守备教练林明宪也被迫退去穿了18年的黄衫，和另一名守备教练陈宝宏一起离队，一拳由大头黄世豪接任。二军的投手教练由林恩宇和外籍教练接任，跟黄清志和列斯特说再见。陈志宏退休担任二军助理教练，一军管理彭振兴下二军。据苹果一郎爆料，这次的人事大地震让你对杨培宏摆脱顾问团的牵制，取得球队主导权。明年战绩如果不好，下一个下台的可能就是他了。余中心综合报道。